如影 SC 体感控制第101次实验，准备启动，向前走。向左转，向前两步走，拥抱斜前方人员。更多抽奖优惠和小姐姐的讯息，记得加群第一时间获取哦。好，大家好，我是卷毛。可以看到我们的如影 SC 已经到了。那关于这个稳定器呢，我试用了一下，我觉得它的功能性我不想有太多的评测，但是它有个功能啊，非常的吸引我，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体感控制啊，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有意思啊。但是啊，我看了国外其他 KOL 像 Parker Warbeck 他对这个 SC 的评测呢，我觉得有个非常别扭的地方，就是你操作这个体感控制的时候啊，你这个人啊得站在这个稳定器后面看着这个相机这块屏幕，这我就觉得瞬间让它这个功能没有用了。所以这个体感控制呢，其实是最最应该配合无线图传的。而大疆呢，你想无人机这么远的地方，它图传延迟那么低，技术肯定是有，但偏偏不给。所以我在知道这个体感功能的当天晚上就发了一条动态，就有意向改造这整套系统。那正好有一个厂商他看到了我这个动态，叫做猛犸，他发了我一套他们比较终端的无线图传的系统，叫小马3000 Plus， 他想要协助我建立这一整套的系统。但是呢，这个产品可能一开始就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相对比较贵一点。那一整套呢，要2699元。当然，我之前说过了，我跟大家一样是穷苦出身的，不会忘记大家了。那加上智讯之前借给我的这个相对比较便宜的无线图传的功能呢，我就想，是不是我可以改造出两套无线图传的模改？那顺便也比较一下这两个无线图传的系统。那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要改，就好好改嘛。所以我问游兰子这个厂商啊，要了一根如影 S 的双手操纵杆。这样呢，可以在体感控制的时候呢，更加有老司机的手感，可以更好的控制它这个三个轴。那接下来呢，我先说智信这套。我试了之后才发现，我把问题想简单了。我本来想一部手机全部搞定的，但是呢，后来发现呢 ，SC 体感控制的，它只能把手机竖过来就操控它，而无线图传回来的画面呢是横向的，那一台手机显然就没有办法解决了。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找了两个手机架。一个是配合智云无一表的那个手机架，它可以拉得很长，可以竖过来固定手机。另外一个手机架是 Ring SC 它自带的，那我就是专门用来看画面。此外呢，我还找了两个蟹钳，可以把两个手机的热血口固定在这个操纵杆上。那另外呢，为了把无线图传固定在 SC 上呢，我还用了陈文坚的蝰蛇，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案。那两部手机呢，控制体感的这一步呢，我问摄影小哥借了一部旧的 iPhone。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的安卓手机是还没支持这个体感的控制。那我的三星 S8 呢，就只能用来监看它这个无线图传的画面。好，把这一套东西装好之后呢，我就在实地拍了一些测试画面。我发现通过这套系统去操控它这个体感呢，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呢，我后来又拿回来做了一个它的延时的测试。发现我这个 S8 呢，如果是监看这个画面呢，会有大概 0.2 秒的延时。那这个时候最狗血的事情来了，我打开了智讯的官网，它的官网上都写着用 iOS 使用这套无线图传延迟更低。使用 iPhone 去看这个无线图传的画面呢，它只有 0.08 到 0.1 秒左右的延迟，一下子要低了不少。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已经没有机会换手机去测试它这个体感控制了，因为小苗已经走了。再来说一下猛犸的这套，因为它这个无线图传是相对比较专业，需要连接监视器使用，所以在此基础上呢，我再配了一个百视悦的监视器。为了更好的监看呢，我又配了一个陈文坚的蜗牛云台。而它这个图传呢，和监视器一样，用的都是索尼的 F5X0 电池，所以呢，我又配了若干块索尼电池。但是后来呢，我测试这套系统的时候，发现它传输给监视器的画面呢，垂直同步好像有一点问题，这画面上下老是裂开。所以我怀疑这是不是监视器的问题。那作为摄影机最最负责的评测者呢，我还特地租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监视器，就是阿童木的 Shinobi 去测试它这个画面，它这个垂直同步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并且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这套系统它的延迟非常非常的低，只有 0.05 秒到 0.08 秒。我发现无论是 0.05 还是 0.2 秒，它对于这个操作上的延迟呢影响并不大。但是我在实际测试中呢，却发现呢，无论是智讯呢还是猛犸，对于无线体感的操控呢，都是有一点困难。后来我才知道，相机拍到一样东西，把它处理成画面并显示到后面那块屏幕，本身就有一定的延迟。那这两个延迟加在一起呢，可能对你的操作了就有比较大的影响了。
总结一下，我觉得智讯这个图传呢，它已经是挺不错的，延迟也不高，并且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 APP 非常好用，在 APP 当中有加 LUT 还有像峰值这样专业的功能，使用界面呢也非常的友好方便。而猛犸这套系统呢，理论上你只用发射端的话，它也是可以连接 APP 使用，但目前呢它这个 APP 的功能还是在完善中，所以我觉得它这套呢是更加适合专业的用户。那说到专业性呢，我觉得这个是智讯比较欠缺的地方，就是首先呢它比较容易受到干扰，我们在实地测试过程中呢有好几次它这个 WiFi 信号呢突然之间就断了，并且它这个设备如果有了问题你要重启，等到它重启开始到有 WiFi 信号呢是要等待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点上呢，我觉得如果是专业的拍摄的话呢，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而猛犸这套系统呢，我感觉就要稳定很多。首先它可以不间断的传输这个画面，并且呢使用距离呢也比智讯的要远。而且我前面说了，它使用的是通用的索尼电池，这个在片场呢你肯定是不会缺的。所以呢它给我的一个整体感觉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向的设备。但是呢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大家前面也看到了，它非常受到显示器性能的一个影响，所以你要用这套系统呢你的显示器也得配得好，那这样呢整体的成本又上去了。这次的魔改呢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也是在一些看不见屏幕的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才使用这套系统做了测试，但是我觉得魔改呢可能不能光以结果作为一个评判。大家知不知道 YouTube 上有个叫 Mark Robert 的号，他以前是个 NASA 工程师，整天做这种所谓没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做一个果冻的游泳池，像火箭驱动的高尔夫球杆，这些真的是没有意义的吗？我觉得啊，在你想达到一个目的的过程中，你原先的方案出现了状况，你必须一步步的去调整并解决它。那这个过程中呢，你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这难道不就是一个科学探索的过程吗？并且它真的就像所有的科学一样，今天看上去没有用，但你真的能保证它以后也没有用吗？比如说这个系统啊，我觉得它可能以后会非常适合使用在像摇臂或者是无人车或者是在汽车舱外拍摄的时候使用。好了，那这次的魔改就差不多结束了，大家如果以后想看到更多有关视频拍摄的探索频道的话呢，记得素质三连并且关注我们，那下次再见了，拜拜。